都没有说他好。旧车我们要用，因为买旧车或人家捐旧车给我们是比较容易啊，可是它耗油性很高，一年要花费在油钱上面要花费蛮多的。那安心的一个服务范围是整个全县的范围，所以从南到大武啊，北到长滨这么远的距离啊，其实经常在跑，一年的油钱要花费蛮多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最重要还是我们社工员的安全啊。那这台车子一定够了，不能开啊。其实从五六年前跑那个风灾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够了、欸、到什么爱国谷啊，也就掉也漏丢啊，然后正在下雨啊，只是车子都快被淹了这样子啊，就看到社工拍回来的照片，就在下雨淋雨啊。那回传回来，但我们赶快再帮忙找资源，看是不是能够再找新的车，找车进来啊，就车子再找还是旧车。